谢贤一直都是一个大帅哥，出道很早，在影坛的地位非常高，就连周润发、成龙这种级别的见到谢贤都要叫一声四哥。在谢贤正红的时候还没有电影的奖项，所以谢贤也没有得到影帝的桂冠。当时他是全香港片酬最高的演员，一部电影的片酬可以买下香港最贵的别墅。但他是一个花花公子，交往了很多女友，因为他本身长得就非常帅气，追求他的也特别多，所以当时交往的女人多也很正常。后来他结婚，婚后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，大儿子是谢霆锋，小女儿是谢婷婷。但当了两个孩子父亲的谢贤还是风流成性，妻子实在受不了，两人就离婚了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谢贤开始喜欢戴墨镜了，可能也是老了，挡一挡皱纹。如今只要是他出席活动就会戴着墨镜，从没摘下来过。确实他戴上了墨镜再穿上西装，老了也非常帅气，就是一个老帅哥。如今儿子也事业成功了，他也沾沾儿子的光。谢霆锋为了孝顺父亲，给他买了很多好车，还有他的一切花销都是儿子来承担的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谢贤说自己睡觉的时候都会戴上墨镜，感觉他就是自己的一部分，和鼻子、嘴、耳朵一样，就长在自己的身体上了，这么多年也喜欢了。但他越是这样，大家就越好奇。前不久有过仔在香港拍到了谢贤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但引人注意的是他摘下了墨镜，不摘不知道，一摘吓一跳，82岁的他摘掉墨镜都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他本人，非常的沧桑，和之前老帅哥的他差太多了。